我是 Rachel 啊，最近发现了这个很吸引的朱古力蛋糕，即刻跟大家试一下先。有蛋糕网店推出招牌里斯本朱古力蛋糕，蛋糕有很多金粉，卖上好华丽，不知道味道又怎样呢？Creamy 都嚟得好浓厚喎，同埋蛋糕用咗四款朱古力，比坊间多 double 嘅朱古力份量制造，所以味道特别浓郁，仲有淡淡酒香添。朱古力控仲可以试埋依个长条型蛋糕，蛋糕有四种食法，食得辣嘅可以配辣椒粉食，而第二种就系冻食，食落似生朱古力。至于热食或者暖食就有流心效果，口感好 creamy。仲有近期好 hit 嘅巴斯克芝士蛋糕添。蛋糕除了有浓郁的忌廉芝士，还有淡淡云尼拉香，想知更多 click 入内文看详情啦。Yoohoo!